当然是很高啊，怎么会到这么高嘞？老家的用电两个月都没有我的高啊，六月七月就缴1700多了，反应会有用吗？因为他也是都是公告之后就说哪时候开始电费变多少。目前承租人已经向市府提起消费争议申诉，房东如果违反规定超收电费，经通知改正未改正者，最高可处50万元罚款。